今天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秘密可以附真的全身的造型，特别为我们2021的明星音乐奖颁奖典礼所打扮。没有错，不过呢，紧接着又马上的送到二阶到的可以举手的，来到了现场，他是张栋梁。欢迎张栋梁。Hello， 来个掌。好，我们有一个正面的，你在这边的logo，然后先从右手边开始拍一下，好了，好，右手边右上方，右上方拍完了之后呢，再慢慢的右下方。 然后到中间，左手边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中间完后在右手边，好，右下方是吧？右下方，好，有吗？都拍到吗？好，谢谢我们媒体朋友，来来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一下奖跟麦克风。Hello， 哎呦，好大声！哇哦，恭喜我们的栋梁，对，获得了这个。 海外歌手是来自马来西啊，谢谢，谢谢评审。我怎么印象中感觉好像获得了蛮多这个奖的感觉？是不是张栋梁一直都是马来西亚的受欢迎歌手？对，没有，只能说近五天比较忙，哈哈，哇，很有成长，成长的感觉嘛。对啊，谢谢啊，很谢谢第二位评审。这么简短？哦，我还在准备看一下媒体朋友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，所以我就跟。 就想结婚，是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拿到了推动海外歌手马来西亚。那我想，其实有一小小段的时间没有看到您在音乐上面的一个上次是别在《青动爱情》嘛，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新的音乐专辑？下来其实今年的部分应该是会先拍偶像剧，对，但是可以先拍的关子，这部剧跟歌手跟唱歌是。 很有密切的关系的，所以大家除了看到我演戏，其实也会看到我唱歌的部分，所以我会很期待。近年应该下半年是要为这个偶像剧做准备，那唱片的部分应该就是明年。我要做原声带，一定也会有。对，我刚才是这样想。非常开心能够那个让这个栋梁这次也来到我们的中心，而且获得了这个最受欢迎的听懂海外歌手嘛。恭喜张栋梁，我们先偶像剧的新作，谢谢。哇，马不停蹄呀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下一组歌手呢，还会再陆陆续续的告诉大家下一组的歌手会是谁。那可以再把时间呢交接给我们现场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左右的电视荧幕。